那这个就是你新摘的果园。今天就不能没有你去逛一下果园呢、啊？那你让我带你，那我们带你出来玩，就游山玩水呗，逛一下果园不是挺好吗？也有什么好玩的？你看那果子有没有？它的叶子都掉了，你不淋水的吗？这个今年严重缺水，我这几天一直在选那个沃柑园的那个水管，这里还没来得及。不过这里也准备砍树了，不想打理了，真的。为啥？这么好的果园，好不好？现在它已经不长了的呀。你浇点水，它这个树子它又会好起来。你这水都没浇，你看这真的叶子都掉光了。干嘛闷闷不乐呢啊？那你们昨天不是说要帮我找小勇的吗？你又带来雨欣证明。哦，你喜欢小勇啊？也不是说喜欢，就是想见一下嘛，就是了解一下嘛。哎、哦，那可以去啊。你表哥他们家离，反正离小勇家也近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又不认识他，又不知道他在哪。我才不想带你去呢。他不是说想见一下小勇。还是看谁有呢？发了相思病。这样啊？什么相思病嘛？那先去了解一下啊，小哥。你那个？我才不信。我们都是朋友，我小勇还有他，我们这些都是朋友。你问一下小勇，问一下他，小勇怎么样？我都不说了。我也不怎么好去评判一个人，毕竟没有深入的了解过。但如果你想要去了解他的话，可以去接触一下嘛，叫你表哥带你去。是呀、啊，你看雨欣都这样说了。反正我不相信。不是，再说他那里现在有个女朋友在那里，怎么好意思去啊？不过之前雨欣不是经常跟他接触嘛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各方面都还有待提高，也还，至少他不抽烟不喝酒，然后不赌钱啊，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，就是这个是，就是喜欢给人画大饼而已。画大饼？没给我画过。就是五年之后开个公司之类的。不是他就是。怎么说呢，感觉他是没有烦恼的一个人、就是一直活在童话世界里的、就是全靠幻想。对，那应该挺有趣的吧。对啊。你可以去接触一下，真的。 你别再说了，你再说了等一下晚上他就要去了。等一下要蠢蠢欲动的了。果园啊，我觉得可以去啊。不要再说了。你这个果子好像那个软软的很少，红红的很少。看有给鸟吃了，喂鸟去了。哎，对，雨欣，之前小勇是不是喜欢过你啊？所以你才那样跟我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朋友，不存在的，我们是朋友。你要想去了解他的话，就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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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